嗨，大家好！2021年9月15日啊，呢个星期三，呢个后面呢个家私服同埋呢个脚底按摩店成交咗2000万，咁啊，若所知业主应该又放翻出嚟2400万咁啦。咁但系跟阿 No Offense 我就觉得呢个弱啲咯，呢位弱啲咯，门阔大概15尺，深大概55尺到啦。咁就讲紧系啊，南昌街69号。咁啊，跟阿当然啦，攞得2000万呢度，我哋有间新蒲岗茶餐厅啊，富荣茶餐厅估紧2480万，已经出去联络我哋同事唔该位黄多位，系咪消费力唔同嘛？呢度嘅消費力嘅時候就會弱啲，咁啊轉緊俾你望下附近環境先。呢個嘅南昌街，咁啊呢個嘅外面嗰度嘅時候就荔枝角度啦。轉右嘅時候咧，嗰度有間街鋪就估咗6000零萬，但係嗰位旺好多嘅嗰個街市位。咁啊再轉翻過嚟嘅時候咧，呢一邊咧就深水埗200啦。咁啊呢一個就講係大南街啦，就比較呢、這個呢橛就比較弱少少。南昌街現實地一般南昌街我都唔麻地，通常啲鋪嘅時候。呢一橛尤其是呢一橛嘅時候比較弱啲，但係呢位價錢可以解決曬所有問題啦。2000万到大大件地下，連呢個入職角你想點啊？地鋪1000尺，入職角750尺，咁啊變咗1750尺，咁啊已經成棟大廈。咁啊講緊一個即係變咗，即係計用建築尺價嘅話，一萬松啲一尺咯。你想點啊？條面業主叫價2400万，而家就成交咗2000万。咁啊圖即刻所有資料你睇到噶啦，就之前一間家私鋪同埋一個足浴鋪，咁啊交一交易咁樣嘅。咁啊叫做大大件咯，你想點啊？咁所以就我啱啱呢個就啱啱簽嘅咋，咁約實之業主放翻出嚟大概2400万左右啦。咁啊再轉過去望下啦，咁嗰邊咧就荔枝嗰度啦。咁啊向翻嗰邊嘅時候咧就講係啊圓洲街啊大埔道啊嗰頭啦，加頓就嗰邊啦。咁啊呢一間鋪就OK 咯，2000万OK 咯。我唔覺得貴，我唔覺得平，我明點解會成交2000万。我感覺一個可能我對深水埗少少偏見啊，南昌街嘅啫，一個五分位，一個五分位咯。咁有甚至有個入職角嘅，咁都2000万，一個五分位。好啦，如果你想買鋪嘅時候咧，我哋喺新蒲崗有間嘅茶餐廳嘅時候都唔錯，估緊2400万，走，小心走貨啦，會係。咁啊，最多講沽鋪，望到我哋啦，甚至唉，走啦，志在滔天。快賣價，快賣價。大家好，三大保证买铺计划，保租客、保租金、保租值啊！哇，续租嘅租客更加值得保添啊！富荣茶餐厅，我而家企咗喺呢个嘅新蒲岗呢个嘅康强街，咁啊呢个着陆街嘅交界咧，就向住呢个嘅康强街呢个咁嘅铺嘅时候，之前租金咧就40000蚊啦，嚟紧年底就续租噶啦，55000蚊啦。咁老实说啦，即系如果生意唔好嘅时候都唔会续租啦，傻咩？续租得一定继续喺度啦。望望楼上先，所以一般嚟讲我哋都系噶啦。If everything is equal 咧，差唔多个租值咧，我哋尽量都系租俾翻呢个旧嘅租客啦。咁但系康强街呢度你睇得到嘅时候咧，转个圈俾你睇睇，嗰边有好多啲咩三大优势咧，一工贸区咁啊有好多嘅楼啦。二嘅时候咧呢个铺咧就个喺呢个启德，你记住启德1000亿好多嘅投资咧系冇铺卖嘅。咁啲人买得咧都系土瓜湾啊，去呢个九龙城啊，同埋咧新蒲岗呢度，即系咩九龙城啦，土瓜湾升咗好多，新蒲岗嘅时候咧亦都系咁资金系咁融融声系咁嚟咯。呢个就富荣茶餐厅。再加上嚟望望呢個鋪嘅時候咧，咁向翻嗰邊啦，就帶你前面望望真啲先。一嗱咧，呢個康強街啦，咁你睇到呢度嘅人嘅時候咧，一路排緊隊啦，之後啲人咪搭緊啲小巴，就去緊呢個嘅將軍澳應該係，咁所以咁排得隊，咁做下貨，買啲嘢先翻屋企都應該啦。咁排曬隊喺度嘅時候，所以點解都叫有人流啦？而家就啱啱好放工時段，係2021年9月8日星期三。嘅晏晝5:47，咁呢個富榮茶餐廳嘅啦，先生，咁啊講緊咧建築面積就780尺，門闊11尺，深50尺到啦，咁啊之後就三上電，100A 咁樣樣都齊噶啦，富榮茶餐廳續租咁啊最好噶啦，想買鋪三大保證，買鋪計劃，補租啊，補租金，補租值嘅時候咧，記住買鋪揾我哋公司啦，呢間鋪頭原本2800萬，一平平平平2680萬，再平。2400万，非常好，租金七日嘅就50000蚊啦。新租嘅话咧，续租啊，记住啊，都讲2.6、2.7呢个高租，实际上可能有少少价讲嘅啦。真系铺揾我哋啦，恭喜定买家，恭喜定买家先，买呢间铺揾我哋啦。